在家里谁负责做白脸，谁负责做黑脸？妈妈 ，no， 来别 ，OK， 呀呀，你看，我有啊，你听，来，听，听，好，我叫妈妈来呀，好，我叫妈妈来呀，啊，我妈妈得罪你呀，哇，好多肉哦，那是了吗？阿姑阿那马来西亚，好了，我数遍。规规矩矩介绍产品，认认真真帮金主做事。说说闺蜜心里话，聊聊男人女人的八卦。除了炒饭做菜，青青菜菜啦，闺蜜厨房、新房、乳房、洞房，边煮边谈。闺蜜厨房 ，Life and Sunny 呀。我们呢又回来了，是的，在这里呢，首先要大家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Like and share， 还有 subscribe， 还有哒哒哒哒 follow 啊，什么都好。喜欢我们的多做这个动作。如果你非常讨厌、不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你更加要做。为什么？因为让更多人讨厌我们嘛，才能如你意嘛，对不对？哎，那再来这里，我跟你讲，我是谁？我是喵喵林静瑶，我是小薇薇，我是嘎嘎。是的，让你喜欢，让你不喜欢都好，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来这里聊八卦。OK， 好啦，看到我的面前，今天为什么做牛羊嘛？什么有牛呢？羊是草吗？这里呢算草，好不好？现在我们是要做健康的早餐。我一听到健康两个字，马来西亚风味的。我一听到健康两个字就是不好吃了。Oh, no. 不会 ，OK。其实呢，这些营养价值，还有呢，它本身这些水果蔬菜呢，都有它的香甜。今天是初一十五是吗？也不是啊，是我都有一干不离手没的，它好会有，也有一干不离手。哇，好多肉哦！那鱼好大条哦，还有豆啊。哇，用大鱼变成小猪，有了有了有了。还有海蛎，我们八号距离算是。哇，大虾变小虾、哦、可以。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有面包吃不会那么 dry。 Oh no. Okay, OK By the way， 我们今天就来做牛羊嘛。好，各位，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饮料先还是面包先？还是面包先？我觉得面包先啊，面包最久。面包先，为什么？对，因为它要花的时间最长。不是，因为这个面包等一下嘎嘎又要用。我可以很快速的说，因为我有 Panasonic Brick Maker， 哇，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操作，而且没有失败的经历，因为它有这个 razor blade， 最重要这个，只要你跟足的话呢，是不可能会失败的。最重要它的步骤很简单，一步一步跟着就可以了。来，我们问问要不要先介绍这食材怎么做一个面包，好吗？今天呢，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butter 糖，还有盐啦，蛋。yeast 发酵粉，如果你家没有那个量器 ，it's okay。好，我要闻。他有给你这个量的，就是量的汤匙 ，measurement spoon。OK， 有大的，有小的啊。好，来，我现在开始了哈。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把所有的材料 sekali 丢进去就可以了。等等，那个里面那个是什么？哦，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啊，你看它的膜，你可以想象都是那个面包的那个 shape 出来。对，然后这个呢，你必须要一个转啊。就是锁住它，放在去聊，一个哭的，对，你要转住它哦，然后拆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不要硬扯啊 ，OK， 你转一转，然后拿出来，面包倒就可以了，要小心啊，一定要穿手套或者是拿布，因为被烤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机器所有的东西用具都会很热，然后现在呢，我就涂抹。每一次在做面包做 cake 啦，因为这个不只是做面包而已的，做面包做 cake 啊，或者是做那个我们讲说面团，就是说如果你要做 roti canai 哦，然后你不要让它粘住你的这个所谓的锅这个模型的话，那你就涂薄薄的一层。简单来讲，就是 butter 代替了这个不粘锅。
然后再来呢，这个很重要的步骤，每一次在做面包还是做 cake 之前呢，最底部一定是先放水。或者是液体的东西，是下面放了液体的东西之后呢，你再放粉，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再来放这个发酵粉。发酵粉听说不会跟盐粘在一起啊？对，如果粘在一起的话，他们遇到了他们就会打架，互然后来互去的话，是，然后就两败俱伤，因为你拿出来的时候，那面包就薄荷甲，不是薄荷甲，它直接是不会就是就是不是面包到啊，是不会到，不是面包，对，它是烂包啊 ，OK， 它是烂包哈。所以现在呢，我开始了哈。所以呢，刚刚我讲了把液体的东西，我准备了180ml 的水、OK， 然后我就敲这个蛋下去了。好，我把所有的东西，它最方便是什么？你又把把都用完了，刚刚没有了咯？有这边有的哈。我去哪了？记得最底部永远是这个液体的东西哈。把都要放下去啊，因为我们要搅拌嘛。好。你要在最后一分钟放也可以的，因为有些有 salted 也是不太好嘛，以防万一啦。所以我们说最底部是这个。他就学你给我什么你 I'm sorry 试试念来，再来呢就放所有的这一个面粉下去哦，高筋低筋 mix 了的、OK、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发酵粉啊，发酵粉放了之后呢，非常简单的操作 ，OK。所以它不只是做面包，是还可以做 jam， 还可以做 yogurt， 还可以做整糯米。非常简单，你打开了之后呢 ，menu 就是给你选择的。之后呢 ，loft 就是选你的面包的颜色，你要浅、中或者是深。是我，总之我每一次都要 soft 的。好，你每次都要 soft 的，那我就选 medium 的，好不好 ？OK。然后它上面这里呢也会显示 1.0 lb、1.5 lb， 因为我。是用400克，所以是中面包的那个，所以我就选中间这个。然后呢，加减啊，这个我要提一提，为什么有加减呢？如果说你今天想要7点吃面包的话，但是你又没有时间弄，OK， 你又没有时间弄，那你可以就是。delay 来对做，你把东西放进去，是但是你就可以 delay，比如说要3个小时嘛，是，那你就算回来咯，4点钟它才开始跑咯。是，还有一点，如果你有放奶啊，或者是放鸡蛋的话，就不太建议那个用 delay 的 time， 因为这一些食物如果太久的话，它会酸，对，它会酸会臭，OK。所以呢，再来呢 ，color 一样呢，就是黑呀、白呀。OK， 再来呢，最后一个就是开关键啦。好 ，OK， 现在做工了，最少要3个小时是吧？3个小时11分钟。然后我再提一下呢，里面它会给这个 measurement spoon 嘛，啊，它还有这支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帮我们拿那个铁，因为它其实里面它还有一块东西就是搅拌它的，OK， 如果在面包里面卡住的话，那这就方便我们从那个面包里面挖出来的哦。万一你家没有电，惨了，我的面包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It's OK， 有电了过后它又再继续。Continue。对。好。哇，好了。魔术变 ，OK， 我的面包好了，可以了。叮叮叮叮，来，现在我们做马来风味的美食三文治啊，给你看。什么食物是可以代表马来西亚的？那是喇嘛，阿古阿那马来西亚。今天我就要做辣死你妈的三文治 ，OK？ 好，妈妈得罪你呀、啊？不是，我是辣死喇嘛嘛，我们中文叫辣死你妈 ，OK？ 好，我先把这个面包先切啊，我们需要3片的面包。我真的很吸引我，软软真的是很软，very soft 啊。微微在介绍的这个 bread maker 呢，还有我们现在很 classic 的这个吐司经典系列，还有这个很 classic 的这个 jug kettle， OK。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Panasonic eStore。然后记得哦，这种 classic 的呢，只有在 eStore， 也就是说你在外面的分行或者别的dealer 呢是买不到的。偷偷再告诉你，如果你在 Panasonic eStore 买的话，有优惠呢。最喜欢就是优惠了，真的。讲到这里，我看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下的。我们要聊什么八卦呢？我想聊，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都有孩子嘛，对，所以我想说，你们在家里谁负责做白脸，谁负责做黑脸？
讲真的，如果要做黑脸还是白脸的话呢，我是想要做白脸，可是我又没有机会做这个白脸哦，我每次都被做黑脸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家我家婆是很宠我的那个孩子、啊、他的孙、啊、你的孩子，对对，我的孩子，所以每一次、哦、只要我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他第一声啊，哈，我叫妈妈来养，哈，我叫妈妈来养，他就是那个、啊、他就是那个鬼啊，啊，对，我叫妈妈来养啊，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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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妈妈，不要叫妈妈，每次的我的老公的形象就是很好的，什么都是很好，因为他也是属于比我来讲他脾气会来得比较好、啊、不像我一点点，我就有时候语气会来得比较高一点，会比较凶一点，所以孩子会比较怕我，所以有时候我说哎呀，我孩子坏蛋的时候为什么家婆不直接去讲他们呢，一定要讲好，我叫妈妈，哎，他就会叫我了，来妈咪你看他，妈咪你看他，每次都是中我的，所以会说叫爸爸，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习惯了，本来做好人的、嗯、现在变成做坏人、嗯、没有机会了、嗯、对对对，我会跟你讲这一个面包很特别是什么呢、啊、你看啊，如果很多传统那种的面包机的话呢，它就是只有两个洞这样子给你放进去吗，这个不是哈、啊、比如说你要那个咬牛角 包啊，你看咚，哇、哦、你可以在上面这样子的哇、哦、可以碰它的，很厉害的啊、okay, 除了这个以外啊，如果你的面包吃不完你要放去解冻吗，啊不是，放去冰橱里面，你要拿出来解冻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 button 呢，这个是解冻，这个是解冻，这个是 reheat， 就是你要翻热的话呢、啊、面包啊你要再翻热多一次，它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就是按这个、嗯、然后每次你把面包一放进去的时候、嗯、然后你哎觉得哎呦差不多好了，可是这边还没有跳嘛，对不对，它那个跳了一放了跳了，这个会做坏它的那个那个胆供啊就不好，只要你要给它挡起来、哦、你按这个就可以了，叮叮、啊嗯、就 OK 了，那平时有时候你烘了那些面包它的那个脆的会掉了下去，怎么样去清理里面，这一个也是很方便 哦还有的清理啊，嗯，只要这个很简单拿出来而已 啊等一下就倒掉那些所有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啊、okay ！我很喜欢这个 design 耶，因为它很 classic 耶，很 classic 经典系列啊！是，这个经典系列只有去 e-store 才可以买哈、哦。是的，好，来，那现在就轮到你来做的啦。好，我来现在做面包。讲回你的，你这是跟你老公就是没有故意分谁做好人谁做坏人、啊？没有，就是对事啊、对事不对人哦。如果刚好在我的面前犯错的话，那可能我就会做黑脸的时候、嗯、到了一段时候我老公他就会来做白脸，同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没有固定说爸爸或者是妈妈就是扮黑脸，偏向呢我觉得我会比较像白脸，我个人啊 OK， 虽然还是那一句还没结婚没孩子、嗯、但是过往这20年我还是有从事儿童教育的、嗯、然后也加上我很喜欢研究家里或者是看一些节目亲子或者什么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父母在这方面跟黑脸跟白脸里面、嗯、突然间变脸，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嗯，好像在12岁以前跟他讲话像小孩子一样，哎呀你们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嗯、突然间他中学的时候你就认为他长大了、啊、突然间中学你就认为他啊他长大了，他应该要懂事了，然后你去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整个态度就是我跟你讲几次啊，那个人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意识中就是觉得他应该懂事了，但是在这个小朋友过他的成长只是一夜之间嘛，嗯，你的一夜之间的改变对他来讲他也是一夜之间的改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父母要理解的，白脸黑脸这个东西你所做的东西、嗯、角色扮演请演一辈子、嗯、不然的话、啊、他一改变就觉得说你变了、嗯、你们不爱我了，你们怎么这样，我这是我个人的理论啊、嗯、其实我觉得不是12岁的，我现在我之前有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有这个犯错的，是啊，也给我骂 他的女儿因为长得比较高大，然后他女儿很 hyper、嗯、然后小的出事以后其实差2岁这样罢了，然后呢他就把大的好像当成20岁了啊、嗯、然后那个大的也只不过才那个4、5岁，然后他跟小的讲啊你能给那给那他没他跳过水水人哎你给那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孩子长大心理变态都是爸爸妈妈造成的，我讲真的我看不过眼，所以给我妈还好是因为是闺蜜可以讲，但如果是在电视机前面或者在 Facebook 前面的你们呢、嗯、是否是这样的话你们真的要检讨、嗯、所以我最没打喊的就是很多人、哦、都是怪自己的孩子的，尤其是叛逆期、嗯、他们总是认为是孩子的问题，对，所以这一个也是父母要去探讨的，
做好人不代表说做烂好人，只是说在做好人的过程里面他是有教育的，比如说Mom, I want to eat a sweet. 然后你讲 No, I said no. 然后跑去爸爸那边。Daddy, I want to eat. 啊，那边讲这个时候没有，他要讲可以的时候，他必须说 You know why your mom not give you this one?、哦、讲解释完以后解释 OK, since you want, you very, very need it. OK,、我给你这么一点点、OK, 哈，这样子做一个小好人总比做烂好人 Mom, give no. 那边 O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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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you want? 你听吗 OK, 这样就真的是我就在那边很梗他们，我就讲不能，你又讲可以，这一个嘛，辣死你嘛！三文治肯定少不了我们的八号吉利色的虾米辣椒酱，这个就很深啦、所以直接呢拿来用，直接的就不用再又再去搅辣椒啊那些啊，这样麻烦了。OK， 这个已经很熟的、这个就是给我这种懒女人用的，你要讲烂女人也可以啦，你开心就好了。哎呦，智慧的，有智慧的女人。哎呦，看到这个了没有，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个是我们的冠名播出的金主 Panasonic，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呢？Slow juicer， yeah, 这个叫 mini slow juicer， 就是告诉你说、就是很、可以把 juice 弄出来的。它有几个特点的、除了做 juice 以外呢、你要做冰沙，我们叫冰淇淋呢。Smoothie。好，来，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mini slow juicer， OK、是怎么用的呢？OK， 它是非常智能的，如果你们一个地方没有锁好它的话呢，它是不会给你们的，而且它是慢慢来的哈 ，slow 的，这样子。OK， 好，来开始了，全部装好了没有啊？是全部装好了，你只要锁上来就 OK 了。OK， 给板凳板凳开给你们看，然后就锁。哎呀 ，click 一声了没有？这个 slow juicer 一般上呢，大家都是拿来搅蔬菜果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slow juicer 它可以保住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的营养，不会流失。是、很重要的话哦，这个东西要放好。是，这个一定要放好，为什么呢？它是有两个的、为什么？来讲一下，一个就是它的 fiber， 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渣，渣出来会流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水，你有看到水的这边有一个口的吗？是。就是搅了过后呢，它不会直接漏出来。你就是如果万一你忘记一下子那个杯的话 ，at least 它不会立刻马上流出来。但是想着啊，那个杯啊拿出来啊 ，at least 这样开它就会这样流。是，今天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冠名赞助 Panasonic 酱料赞助八号吉利沙士1969食材赞助微妙 online shopping， 还有我们的美白排毒 Masha。谢谢你们赞助我们闺蜜厨房，让我们三个人可以很专注的，就是聊八卦。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吃香嘎嘎这么厉害的话呢，那你更需要我们 Panasonic 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它都很智能，都很简单的操作。要在哪里找到 Panasonic 的产品呢？现在可以按一个键，马上到你的家的是什么呢？Panasonic eStore 有优惠，然后有 certain 的东西，有 certain 的产品只有在 eStore 才有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lassic Series 的 经典，我们的这个面 Toaster OK， 再来呢还有这个 Classic Series 的 Kettle OK， 所以这几样东西呢只有在Panasonic 的 eStore 才可以购买到，其他的这个分行啦、商店你是不会找到的哦。我们的 eStore 呢与时并进了哈，它有一个 QR code， 就是二维码，你 scan 了过后你就可以注册，然后马上呢就可以享用这个一年保家呢。OK， 可以了哈，我着急。所以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好了，我美美的倒一下。哎，来，我们你看过戴达利对不对？有没有看过 Juice Daddy？ 怎样？哎呀，颜色有分什么的？哇，完全不用讲。哇，反来是你，不是阿麦版的，也是个 Slow Juice。这个时候呢，就是来牛吃一下，来羊吃一下，羊吃才对。好健康啊！好吗？为了健康，我们偶尔还是要这样子吃一吃的，对不对？对。讲到了这里，我们又来到节目的尾声啦。刚才给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黑脸跟白脸，然后呢，真的。
我很希望为人父为人母的，请不要再一直借用你的上一代。当然如果你上一代的是非常对的教育法的话呢，当然可以延续，但是时代不一样了，能的话请跟时代走，因为每个小朋友接触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不要再讲现在小孩子难教了，因为在你的年代的时候他们也是讲一样的话，现在小孩子难教，在上次上两代也是讲同样的话，永远讲不完，请你好好教，要生就要教，好不好？好，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认认真真的好吗？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一个，认认真真帮金主做事，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很认真的好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此节目呢闺蜜厨房呢是 by Panasonic， 然后呢 Panasonic 来大家眼睛看到的，我们每一期都会用上它最好的产品，而且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Panasonic eStore 记得有优惠哦。当然有一些产品比较特别，只有在 eStore 买到的，比如我们这一集的我们的 Classic Series Classic 的这个 Roaster 是叫 Roaster 吗？不是 Toaster Toaster 还有我们的这个 Kettle Jack Kettle 好，那么再来呢，当然我们也用上我们的八号酱料来做出一个马来西亚风味的这个纳斯里吗 Sandwich， 有没有？谢谢我们的八号啦。再来就是呢有什么呢，就是 Women Online Shopping 的材料酱的材料赞助，还有我们要美白呀，要我们要瘦身啦，要排毒啦，请用我们的 Masha，OK，好，来节目来到了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呢，请大家多多的 Like and Share Follow Everything， 然后呢继续守住我们的闺蜜厨房，拜拜。OK， 喂，来，你讲，谁对谁错？你讲，大家是谁呢？这个虾，马上就有了。你不要等一下两个联合起来打死他，转过来对着你打死他，打死他，某天天就被他打死。我无法控制你爱我，但是我能控制。我自己爱自己。难受想哭，为什么不试试 ？Easy。此节目已结束，感谢冠名。节目已结束，感谢冠名赞助 Panasonic 赞助八号吉利 Source 1969十台赞助微妙 Online Shopping 排毒美白 Masha。